只有慢点，只有只有、啊、你干嘛一直咋咋呼呼的？我肚子好痛，可能是昨天去红叶家玩吃坏东西了。啊，前面有个厕所，忍着点。谢谢你，挚友。啊，慈母你也真是的，开学第一天就拉肚子，好凶！要好了，要好了。挚友，你可以过来一下下吗？干嘛啦，伯父妈拉的？挚友，能不能帮我穿裤子？你自己不会穿吧？就是不会才拜托你的嘛。平时都是秦明帮穿的，因为少了一只手臂的关系，我只能拉一边上来。如果我拉另一边，这边又掉下去了。然后，哎呀，好了好了。竟然这么不方便，为什么不换那种有弹性的裤头啊？真是，我就只帮你这一次。啊，谢谢。Do